那开场技巧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呢，就是对于这一次整个谈话过程，你所要达成的那个完美连结，事先跟你的客户取得共识。所以我这边是说，对于这一次的拜访的完美连结，事先跟客户取得共识。这个部分怎么做得到呢？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步骤方法，总共有四个步骤。